武林外传告诉我们的道理，不得不说武林外传 YYDS。 哼，任何任呐，就是不一样。法律对每个人都一样，一样缴税是咱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如果没有税收，国家哪有那么多的钱来维护我们这么权利？权利门前的路，河边的桥，边疆的兽，渭城的烧，那可都是从无数的税款里汇聚而来。